我要找厨房吗？我可以亲手做。你要自己做。因为昨天真的是太失常了，然后玩游戏的时候又给大家有点拖后腿，所以我今天要有点发挥。 想睡觉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对不起。啊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说好舞台的吗？哎，不是，不是我们要做早餐给你们吃吗？我要弥补我昨天的失误。什么失误？就过关的时候给大家拖后腿了。明天早上就是可以一起做早餐了，是吗？嘿。 哦，所以我今天哇，所以你有提早来这里帮忙哦。那这是什么？它是当地的小吃，叫粑粑。昨天我们有没有吃到？那妈妈呢？它有白色的吗？它是怎么加热？没有，我这把法式吐司吃过吗？有啊，就是会做呢。对，它就粘在里面。只是好不好吃？ 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。我有打扰到你们约会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在做早餐。在做早餐。对呀。那你刚刚看到大宝，感觉会突然间觉得，本来是我要一展身手的。没有啊，不会啊，因为我们做东西不一样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既然你们处得这么来，非常的和谐。OK， 那我把我最后一个番茄切完，我就要出去了。就这样，所以心灵平常在家会做饭吗？有时候会啊。那所以如果男生会做一点简单的，会加分吗？会啊，还是会。会啊。嗨，王心凌，我是孔发浩。 你当厨师的资历多久了？从15岁开始。15岁。嗯。这样煎制，每一个肉的温度都是不同的。你就像猪肉的，它的猪排，猪里脊，其实在65度以上就可以吃，并且是。哦，我以为猪要就是不是说猪要全熟。没有没有，要是要看那种猪肉，那种猪肉，你像鸡胸肉，差不多就在71度、72度的时候，就刚刚好。 好香！那你怎么看温度？我一般都是看它的软硬度。哎，你有吃过这个吗？啊，这叫提子。这个明明是蓝莓，为什么会叫提子？是吗？这个是蓝莓。哦，真的吗？长得大颗一点的蓝莓。我起太早，还没睡醒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大家。还是梦游。哎，那里好像有那个。 什么香蕉干？你怕尴尬，一直在开话题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硬把蓝莓说是提子。哎呀，对。我还以为我说错了。被你发现了，我一直就是冒冷汗的你发现了。哎，有点热。来，心灵。嗯。做一个女孩子比较喜欢做的事情。摆盘。刚才你夹好的生菜。有没有我需要做的事情？ 为什么你在这？因为我来做一个。他说他要来弥补昨天的失误。失误什么？过关的失误。玩游戏的失误。哦，对。好啊。名大厨 ，Go。 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喽。走吧。Go。起床喽。起床。吃饭喽。
经理，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跟我们做了什么？因为我刚也没有看到你们在做。主要其实这餐是小可爱做的，我就是当二厨一般的，我就是切切水果啊这样，主要都还是小可爱在做。但是心灵可以看得出非常有做菜的功底。然后大宝，这个是大宝准备的。你为什么会跑下去做饭、啊？昨天对不对？表现不是太好。太棒了，大宝这根搅屎棍做得很好，给他50个赞。经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这样子早餐 OK 吗？我觉得 OK 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想叫大黑做早餐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像是我的食量该吃的东西。这样子实在是没有办法做，这个是太可爱了，我的天哪，是给鸟吃哦。那就是做精致类的啦。就人家是做惯分子料理，分子料理。哎，啊，里面是酸奶，里面白白是酸奶。蛋黄酱，哦，蛋黄啊，对，蛋黄酱就不健康啊，脂肪含量那么高，昨晚干嘛？睡觉。袁心凌出去干嘛了？对啊，你们昨天去哪里？逛街。逛街还是喝茶还是喝咖啡？逛街，喝茶，聊天。然后呢？聊什么？聊什么？喝的什么茶？然后就回去吃饭啊。又吃饭？又吃饭？刚吃完。喝酒啊。然后喝酒。那我们感觉我们买张飞机回去吧。小气鬼，还没有再往下。对啊，怎样？我单独约会啊。这把刀好像不是很快的样子。抓握住这种。什么叫抓握住？抓握是什么形容词？你抓握哪里？你在抓握你哪里？觉得有一些字眼是你们男生比较敏感，其实我听起来还好。说哪只手？说左手右手。聊聊未来。谈谈理想。哎，你今天天气挺好的。没有，天气是挺好，所以我决定要去健一下身。强项来了，终于轮到我。风景那么好，走一走啊，看一看，这样可以。有他们说有一个什么叫万古楼，万古楼。好啊好啊，也不错。那我们就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呢。Let's go。狮子山，我终于到了。哇，这个范围好大。对。哎，你们慢一点好不好？有垫子，有垫子。这是什么？软垫。日光浴，日光浴。我先脱了，我先脱了。日光浴啊。不要日光浴了，我们做运动啊。OK， 做什么运动？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伸展啊。有一朵花，花我们要送给女孩子嘛，对不对？啊。现在我们做一件事情。你把两腿并拢以后，想办法弯腰，哎呦，把花拿起来，哇！现在我要给你们一个痛苦的考验，这是要干嘛？要举重啊！要干嘛？站在上面拿花，站在上面拿花。其实呢，是为了刺激大家做这个动作，然后刺激大家可以做得很认真跟成功，就是我会把爱心放在前头。就是如果你拿到的话，这个爱心就是属于你的。10秒钟就要完成，没有完成就没有了。对，没十秒钟没有完成就下一位。好，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快点！我真的很难。我跟你说，越后面越难哦。觉得小可爱的柔软度真的有待加强，我给你放在最接近你的地方。啊。加油！
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。我觉得它很难呢。八、七、六、五，哎呀，好哎，哎，君玲，你这样放水耶？不是，因为我看他家好辛苦，好可怜哦。啊，我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哎哎哎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是不是作弊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作弊？对啊。来来。啊，说我作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好。其实我有帮小可爱放水，是因为怕他们很卖力、很尽力的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又会拉伤自己。这个叫意愿嘛，因为他们相处的时间长，他觉得他辛苦，可是我觉得，我发现他有一点骗我，我就发现原来他其实下得去，我还以为他下不去。该不会是心机吧？对啊，是我下不去。那再来谁？老司机。那老司机摆在这里好不好？好。准备好了，要倒数计时喽。四、三、二。蹲下来。好，那我们大家投票，他刚脚弯了这样子。好，来，预备，来，觉得他不能拿举手。哦。你怎么是这种人啊？过分，奇怪了，老司机这么辛苦，我们都愿意给他，你就不愿意，好奇怪哦。好坏呀，好坏呀，你们。老司机也算有了，耶、yeah ！好，换谁？剩下两位，那我来吧。噔噔，应该要放在远一点呢，远一点呢，远一点，远一点，我再出来一点，那可以了，再出来一点，再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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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心灵，再出来，再出来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出来的，对对对，好，这里，真的吗？这就是考验。我就说吧，要给他更难一点的。换大黑了，大黑，我对你有信心。然后呢？放这个洞洞。好，来哦，加油！我，哎，膝盖。哇，你其实心泽其实比较软呢。我跟你讲，心泽刚刚那个其实是很软的。你们彼此之间有没有什么要互斗的？比方说你想做一件什么事情，对方做不到。拿了一个帽子。不是新的木白不能被晒到的，对不对？真的是啊，心机哇，心机那么白。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一个最传统的，最传统的力量，比完力。哇，这我觉得这个偏向这个。就在这四个男嘉宾里面，这一块是我的绝对领域，我的绝对领域。哇，这我觉得这个偏向这个，这可以啊。我们会有判定，就是说，当然你比较壮，你力量赢他，所以我们会给你设定一定的难度，去增加你对方的就是获胜的容易度。那可是我们第一组一定是两两嘛？心灵选谁跟谁？好。我选
你们。新泽跟大宝。大宝。我们俩在一起吧。会有加权。先右手吧。右手来。先从最基本的开始。对啊，先从最基本的。加油。哎，来，你们两个手都放下，放平，不要急。对，下面不能动，来。哦。哎。哦。专业。哎。好，在中间，心灵给他们，因为通常裁判要这样子，预备备。嗯。开始放。哦，放了就开始。放就是开始。开始。大宝尽力了。新泽获胜。Winner。好，换那就下一组了。哎，小可爱，我会温柔一点的，温柔一点，温柔一点。你啊，你要站哪边？力量输了，我知己不输，对不对？耶！哎，我觉得要分配一下。要对，来要加权，来照刚那个位置先摆上。好，来。哎呦，那个大黑左手不能扶桌子，然后捏这里啊。对。这次大黑还是赢的话，就那就是很赢了。来，但是我们一样要。我觉得他会把它就到这里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开始。你看这个就开始会有点吃力了，因为这不好用力了。真的是不好用力哈。我会温柔一点。大黑，你让他往下一点点，你让他先往下一点点，先让他过去一点点。我是从这里搬回来的，搬不回来啊！我是搬回来了，然后一直在等他。要脱臼，手要断了啦，手要断了。我觉得我骨头快被他掰断了。所以小可爱就算输了吗？小可爱先拜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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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步。诶，我会让你秒输啊 ！Come on。大黑右手不能扶桌子，没话说了。旋转来。那些年错过的大雨，那些年错过的爱情，好想拥抱你，拥抱错过的勇气。哎，心灵看到了吗？不能选。手放平来，对，好，手肘都别动了哦。赢了有奖品哦。没话说了哦。预备，开始。加油！其实大黑的手也开始有点硬。中泽加油！来，这一块是我的绝对领域。现在赛制下，获胜的是新泽。我真的觉得新泽某个程度跟我来说有点像，就是你看他吧，好像都可以非常稳定啊，也不会表现。可是其实他那个想要能够获胜的心，其实还是很强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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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今天我们这个运动完了有奖品，奖品呢就是跟我有一个亲密的接触。接吻吗？什么？亲密的接触是吧？哇，好好看哦！好，要蹦。要我坐在你的肩膀上啊？好哎。哦。当然，举我是意思不大，但我要确保心灵的安全，所以你先举我。你如果成功举了我，什么？就有机会可以举心灵。你知道我意思吗？我蹲下就好了。哎，你蹲下。要侧坐哦。侧坐。哎，这挺稳的哦。抓哪里啊？等一下会抓到哪里？我好害怕！哇，起不来，起不来！来，我跳一下，你撑一下那，一二三。我撑一百。然后往前绕一圈吧，往绕一圈。可以吗？好，停，放下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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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会乱抓、欸啊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放心，我在这里他会乱抓。对，不是他乱抓。刚刚在这里，他没有抓。你知道你刚刚抓哪里吗？故意的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就是想要抓稳你。然后他一抓的时候，我想說哇，要找你抓哪里？好，来快点喽，哎、欸，你先蹲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你的右手先环他的小腿，对。哦，好，慢慢的起来。确定确定，可以。哎，坐好，哎，坐正好，坐好，坐好，坐到他肩膀上。你手要起来，手要起来，这只手要起来，坐到他肩膀上。这个就轻了好多哎，轻了好多。抓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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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抓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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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经理，你扶我的手来，好，我们往前走两步。来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一个来，好了 ，OK， 来 ，OK， 谢谢。哦，可以访问一下现在心情吗？就是获得这样的荣誉，是不是今天肩膀不会洗？真的是这边累坏了，衣服都不洗了，累坏了，回家挂起来。新泽是真的是黑马，觉得他很拼、很努力，然后很想要表现好。那我们早上运动完，那我们就差不多时间，差不多快中午了，我们下去准备吃饭了。耶、yeah, ！走走走走，快去了，快去了。啊，好漂亮！你无语，简直是妙云哎。哎，你觉得今天早上跟他们玩那个游戏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就比较看得到他们很。真实想要去比拼的那一面，对不对？我刚想哦，我觉得我可以在向来颇为受宠的小可爱，一不小心遭冷落，而原先名不见经传的李新泽成功突围，获得了女神的关注。他是否就能够一路畅通，赢得女神的青睐呢？